木板神。这样大家都不走交通要道哎、欸，全部都走边边角角，那把 MK 十八也不知道去哪里了。看到了，交火了吗？他们要交火了吗？可是那两只不像是 MK 十八，看那枪架没有打到头，亏。这两只看起来不像是 MK 十八的人啊，他们的头盔那些的。没办法，是不是容易亏？如果你能够打死人，那肯定就不会亏啊。但你打不死，就是另外一回事。哎、欸，他是 MK 十八哎。敢那另外一个人枪会是什么？我开始好奇了。那就是你的排位太低啦，不然就是你应该要多找个这一个会玩的队友，而不是跟野团啊。妈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凶啊？这种垃圾装备，然后配他妈的 MK 十八，那是 FMJ 没有错啦，但是也太凶了。应该说啥呢？那就你们实力有差距啊，那也没办法。
It push was pretty nice. I don't know about that. It's just normal push. Panic push. Nice啦。就算是这个钻石啊，这个现在钻石啊，说倒一直推也不一定所有人都会推啊，大家有自己的想法。真的有玩家、啊。至少一个玩家在左侧。右边的雷是三小，我可以理解左边的雷啊，但右边的雷是三小。哦哦，哦哦。我夹在中间了，夹心饼干，胎免太糟了吧？我可能要放一组走啊，那个会。那个我不知道在干嘛哎、欸，他不开枪哎、欸。I have to let him go, let them go because someone is behind me. 这个到底在干嘛？让我吹一下主播。
大黄雀不是啊，他们是一整组的，他们想右边那个也是他们队友啊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太鬼了吧！哎、欸，不过我都打头啊，不知道是真的。你不能否认是我拳头啊！全部都是啪啪啪啪，或者是啪。还是挺猛的吧。MK 是不是一队的？不是啊，因为这样他们就会有六个人，他们是一整组四人队啊。不能否认还有你炸鱼，你知道吗？在他们眼里，你搞不好也是鱼啊。不能因为我比你强就说我炸鱼啊。好险！他们携手并进，在那边打 AI 啊！呜 ，Yeah boy！肯定要丢自己的枪啊！但是让我们再看看吧。让我再考虑一下。God damn！God damn！四人队友五人也是很合理的嘛。
Is there? 啊！我掉了一个弹夹，哭啊！干嘛不先换 Slick？ 因为我想要赢啊，我不想要输啊。好啦，五天王全死啦！五天王全死啦！其实我刚刚可以做的是这样子啦，但是没什么差，他死了。五天王里面应该不会有第六个人了吧？我想要换一件甲。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看他们四人团，我就很不相信啊，我就觉得不可能啊，这种样式啊，就这个，我觉得再多一人也不为过啊。然后他就站在我可以看到他的地方。先看有没有可以换的甲，再探头吧。啊，这个也比我现在的好，先换吧。看来是小带大、啊，不对，大带小了，小带大的三者。炸鱼又炸了，是不是？又炸了，是不是？哪次不炸？我把他们的头打烂，也是因为我在炸鱼啊，不是我强啊。是我炸、啊，我也得换 M1A 啊，我没有其他选择。我知道这样子很奇怪，但是他们太多了。我知道他们弹夹不一样，但我还是得换啊。不然我可以带走的东西太有限了。当然 BP 子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带，但这是 BP 子弹。为什么不丢 High Comp 带 Air Frame？ 因为我讨厌，我喜欢穿着自己的东西啊，没有什么其他理由。但或许真的是那个时候了吧，我好像真的得这样做。我不是很喜欢这样啊，但没办法。没办法啊，我得丢。有需要带这么多吗？习惯。但是就算跟雷没有关系，因为就算换了东西，就算把雷丢掉啊，我也拿不走他们的枪啊什么的。那种不限入子弹就看弹夹子弹的弹种，他们样子不一样。
一二三四五，果然不止。大带小啊，那个最大的反而一开始躲在后面，没有跟他们一起行动啊。那个带 HiCom Airframe Sleek 的人一下就挂掉了，没有帮助到他们啊。他是跟 M1A 哪个比较好？比较喜欢阿萨斯。雷射可上 M1A， 雷射可上 M1A 七。五 P 五斜线四二 K 七五零四五斜线空格 U 点六 VU 四。阿鬼，你还是说中文吧。Pat tap, pat tap, pat tap. Wow, I'm so good. Yeah.